原标题：高平战役，中越战争规模最大的坦克与反坦克之战。1979年2月17日，中国军队200,000大军跨过中越边界，对越南进行了惩罚。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高平战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。在这种战役中，中越双方王牌部队首次进行交锋，而且还是自中东战争以来世界规模最大的坦克与反坦克之战。中国军队巧妙地使用坦克部队打越军一个出其不意。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，中国军队在高平战役中投入了300多辆坦克，用坦克作为主战武器配合步兵进攻，同时以坦克的重炮代替自行火炮，直接攻击敌人的阵地和据点，用我所长攻击敌人之所长，以硬碰硬，掩护步兵最终攻占敌人的阵地。整个战役，中国坦克部队发挥了大作用。越军没有料到解放军的坦克竟然可以从山路进攻，经过6天激战，中国军队全歼高平守军，毙伤3.9万以上越南正规军、民兵、游击队。高平战役非常惨烈，用血流成河来形容这场战役一点都不为过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